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中山启湾道顺景一号院。启湾道也是中山南北贯通的主干道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周边配套也是非常齐全，尤其是学校配套和商业配套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样品间吧。这边是136平方，3房2厅2卫一厅院的户型。从门口进来，左边是餐厅，餐厅外面是个阳台和庭院，然后这边是个厨房，这边是客厅，客厅外面也有个阳台。这是南北通透的户型，这个客厅的开间距离是3.9米，层高是3.1米。这边是个房间，这边是洗手间跟浴室，这边是次卧，也是有赠送的飘窗，房间里面也是有专属的衣柜。这边也是有做了干湿分离的洗手间跟浴室，这边是个主人房。这一期先介绍这个户型，有兴趣了解更多中山和珠海的楼盘，欢迎私信我，为你分享更多城市规划和发展趋势的信息。